哎，动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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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要请进，来来来，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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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哇哇哇，双人四人房的房间，哇哦，哎，蛮大的客厅哎，来往前站往前站，这学校哎，不是站那么前面，对，这学校哈真的是读书是最快乐的，嗯，对，所有使用都是。不计成本。可是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那种学生宿舍的感觉。我以为是两层。这进来这是饭店的感觉。是是是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哎。您原来是学什么？我原本是学公共行政。那我是来打工之后，现在毕业，然后留在这边继续当服务。继续当服务这样。哦，这样也不错。好玩吗？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蛮亲切，就是可以跟客人互动这样。互动。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 OK？OK， 比如说张瑞佳今天晚上要来，啊，真的吗？那不会这样。不过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用我们的服务，然后去让他们去理解说，其实这个行业不容易啊。其实服务业，你说说，将心比心啊，将心比心，对啊，好不好？不要说我是客人，我最大，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欢迎介绍完了，是不是？我要睡觉了，谢谢。好，还没断，OK，OK，OK，来，浴缸超大，真的吗？浴缸，看一下，哇，哎，可以泡就对了。哇塞，这个除了提供浴缸，可不可以提供人一起洗呀？这是学校，所以没有这种。哦，这是学校，不是，看一下这个。浴室会不会太大？我觉得太大了，很大，很爽哎！你看，浴室很大，浴室可以开合跳，哎，这感觉其实蛮不错，太大了，真的很大哎！哇，哎，舒服舒服舒服，哎，今天这样子早上来济南大学。然后又得到了这样的开心到不行，哎，你们有供早餐吧？哦，我们有供早餐，我们提供住宿的早餐。你看，有什么好吃的来了？因为我每一次来都有。对啊，我很常来这里住。就是只有四人房有浴缸，那我们其实有其他的房型，那像是双人房有一大床，对，双人房的两小床，哦，那有三人房的三张小床，就是蛮符合大众的啦。就是你一个人单身来旅行哈，情侣来旅行，然后家人一起，对，也都可以，也都可以。依照家庭的状况，我们可以安排各种的。OK， 那有没有那种大通铺可以睡十几个人的房啊？超皮，可以啊，露营搭帐，可以啊，这样可以在外面扎营，可以扎营，可以扎营，什么都有，但要自备所有的帐篷。那我们就来去吃早餐了。OK， 要，谢谢 ，Go。说实在，回到暨大行旅，我就像是回到家一样。我常来哦。我从第一次来到南投，就是受他们的老板叫玉哥，走到南投来，没有人不知道他。哎，真的吗？对对对，只要知道他。你认识玉哥吗？当然认识，当然。他能够在这里，都是拜玉哥所赐啊。你是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吧？差不多。其实暨南大学真的蛮厉害的，它的腹地很大，非常大。你来这边住，你只要走出，你就看到我们刚刚上来的草坪。对，你可以这边铺的可以有餐。真的，上课很漂亮，幸福哎，上课幸福吗？幸福啊，风景真的很美。对啊，但就是要走比较远，要走比较远。对啊，就是你在这边还可以有一个慢跑的运动，可是就可以心旷神怡的，哇，很舒服很舒服。呵，哎，扎等，哇，哎，就前一餐位呢。那这套早餐的话，它叫做美好时光，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用埔里在地有机可食用的玫瑰花下去做的玫瑰花瓣酱，还有玫瑰花瓣这样子。那上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手做的马铃薯沙拉，那搭配的是吉吉的山椒脆片。注意哦，哎，你没有吃过玫瑰花酱吗？没有，这个玫瑰花酱很酷。不是，我刚才看到这边说，这是番茄酱吗？在这里，不是，是在这里啦，来吧，怂哎，番茄酱应该讲这是这个玫瑰花酱，很玫瑰花酱。那玫瑰花瓣酱就是可以搭配那个杂粮面包。哎，玫瑰花酱是加面包的，包的啦。哎呦，你洗也要哦。我台北怂哦，安尼有花香，有香味，有香味，香味。玫瑰花瓣酱，那个少女一闻到那个香气，整个就是哇哦，三角，棒棒棒。你这口感蛮像马铃薯。
甘甜甘甜的。甘甜啊，甘甜。然后再不要，再配上那个，刚刚有一个，我刚刚里面有一个饼干，吃起来就是干脆干脆这样。嗯。还有接下来介绍一下中间那套，这套中间那套叫做原点时光，那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暨大学女所研发出来的第一套早餐，所以就把它叫做原点。哦，是研发出来的第一套。这里面是有南投在地很有名的一个食材。一看就知道这种东西怎么可以难得倒我这种出外景这么多年的百香果嘛，对不对？你这效果做得太算啦，但也不没有啦、这效果做有点假，有点小白鼠在讲美人腿啦，美人腿，对对对对，哎，吃看这边美人腿，这美人腿有做特别的处理吗？就只有穿烫，对，就是锁住它原本的食材的香甜，对，非常香甜，南投美人腿是厉害，这边的水质好啊，嗯。那、这个呢？这个是原点的，对，那我们的热压吐司，里面有火腿，然后其实还有花生酱。那我这个鸡肉的是什么酱？这边哦，这个汉堡。好，那套叫哦，那个厉害的哦，那套叫。你先吃一口，那厉害。你如果猜得出来是什么，我请你喝饮料。哦，哎，那我也要猜。我最喜欢玩这种游戏，我跟你一定猜不出来，猜不到我也没损失。哎，怎么会这样？可以吗？他应该不知道了。你知道黄灯辉哈，就是一个刺葱酱，刺葱酱。哦，你怎么会叫刺葱？我第一次出今晚住谁家的时候，就是你带着我去找刺葱，我也忘了，就是这个味道。他居然知道，那次就来南投。好，请喝饮料，请你喝饮料。对。今晚住谁家？印象最美好的一次旅行，对不对？那次有刺葱，对，他忘记了，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哎，饮料有啊，有哎，百香果，百香果汁，好喝的，好喝。哦，你是请我喝这个？对，可以这样哦。好了，等一下请喝饮料啦。对，哎，刚才吃，那我们要往下一个点前进。好，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啊？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为民除害特工队？哎呦。哎呦，他说要不怕险恶环境，胆量过人，肝胆过人，肝胆过人。我想这个是一个线索。哎呦，应该都是胆刺过人。对呀、啊，为什么他写肝胆过人？这个不是宜兰，这如果是宜兰，我就会讲过大瓜了。哦，你往食物的方面走了，快点大事喽！如果到这种社会上还不了解的话，你就一直待学校喽。为民除害，而且在草屯路边哦。草屯路边。抓蛇哎呦，我才不要嘞，不要啦！真的還假的？其实我很怕这个，你也怕？我怕，我超怕、抓老鼠，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怕老鼠。好了，带来一个矿埋啊！我叫枪，我还没有一点安全的，外星的，安全就好，安全就好。完了！我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你看，为民除害，为民哥，哎，鬼王会不会是抓鬼？哎呦，怎么态度？抓鬼穿这样子怎么可以？对啊，哎，怎么样？这边你要叫我们什么？找四哥，四哥在哪里？四哥，哎，四哥，哎，四哥，来，丢起来，你要为民除害是除什么害？除什么？我们今天要抓我们义行。异形，那个异形，电影里面那个鱼的异形，鱼的异形，对啊，它是不一样的，跟看到琵琶鼠不一样，它有长胡子。琵琶鼠，你不知道什么是琵琶鼠吗？知道，就是一般我们水族箱养那种垃圾鱼啊。哦，对啊，像垃圾鱼，我知道。但它在东南亚其实就是一个食材，对，一个对，因为垃圾鱼它的琵琶鼠后面，它琵琶鼠可以长这么大嘛。那尾巴后面那两条肉，听说超好吃。可是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外来种哎，外来种，他们吃原生种，它有原生种，对，它会吃掉我们原本的生态的鱼卵。对，哎，那老板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就是这个约聘书写一下，画押一下？我要画押，爱啦，你头给他签吗？而且你这个章哈比较危险一点哦。我平常有在签合约吗？有啊，有哈，但是那你都不会去注意到里面的细节吗？啊，你们没有细节啊。有啦、欸，还没有啊？哎，打工从头到白呢，在温校，没关系的。哎呦，哇塞，这么大方，
不当哎，那就黄董接下来的我半年都住吃你这里的，因为我们的以外来总是自发性的，以外来总如果有酬劳，我也是捐出去帮助那个团体。哦，哎呦，帅帅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专门帮忙移除长胡子的疫情。对，全台湾只有这里首次发现的，真的假的？有多少只？两年前发现，然后一次来收笼子都只要一千多只啊，一千多只。对，然后现在经过两年，我们再移除的。那今天就是看还有没有，再看看看还有没有。哦，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这样清哦，这样非常符合我这个生态外景人。我现在整个就是真的哦，感觉想要为民除热血了。走，走，来去抓，走哪边？这边。OK， 下面这边，下面就有了。对。要从这里下哦，哎，这光是下去就难呢。不会啦，不会啦，怎么下？哎呀，哎，示范，学长示范一下。你不要，哎，你卖下了呢，哎，这最高啊，那边落去。对了，对了，真的假啦？真的啦，哦，今天就你们打工嘛，我不用下去了嘛，吼。卖开玩笑，好不 ？OK 啦。要不要落去进前吼？这啥？这我们不知道呢，就高祖爷呢，无花果，无花果，是吗？没啊，哎，长得蛮像的呢。对啊，确定是吗？是吧？是的、欸，对呢，无花果呢。我们是来讨论无花果，不是要抓疫情吗？哎，你先下去排队排好，谁排第一个谁先下了。我看看等我先落去，落卡先落啦。啊，这落去了，过来要怎？收网啊，俩收网子。我们已经前两天有放置两件了。哎，这里也放置两件了。我下去，然后你们踩我的背。好，对，有影无？真欢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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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欢哪会杀你？啊，过来过落去哦。对。小心哦、喔！啊，我们等一下爬得上来吗？不会不会，要小心哦。邓辉啊，过来让我踩一下。喂！哈哈哈哈哈！啊，其实以你今天这样看，我们网子收上来会收几只？我这个没办法塞的，我们。他、啊、这收上来要干嘛？我们把它移除掉啊。哦。就不要再放回大自然了。好、啊。不该属于台湾河域的鱼种，我们就把它。不应该符合在这里。对对 对，我们移除掉。好好好，来。先下，你们要先下啦。来呀！你该不会就不下去了？我不会啦，怎么会？我怎么摸不是这种？身为一个生态外景，对不对？我怎么可能？该不会那么怕你啊？你都已经穿好了，你还不下？下去下去。先帮你拿。哎，下面会不会太挤啊？不会，蛮脏的，蛮脏的。你不要再找借口了，快！我今天对我做欢喜，你嘛是要买落吼？看恁是我倒落，我都无落。那个土是软的哦，土是软的，嗯，跟我心一样。因为我心软。他们说你不要看水这样脏脏的，这水很干净。真的吗？是从污什么？污溪流下来的。OK OK， 哎，就好，你来来来。我去啊！这里是哎，这么浅哦？还有啦，下面。还有啦，下面。你卖烟呐？二哥，在哪边？对对，先收这一件，先收这个。哦，已经有下网，下有多少？哎，好软哦。土很软，土很软，土很软。哎呦，来来来。哦，你是用那个呢？蛇龙哎。对啊。啊，从哪一边？从那边拿。对的，立起来。对，这边收啊，对这边。这也要吧？拖出来，拖出来。啊，嘛唔看无，拖出来。哎，有东西哎，我怎么有东西在跳？有螃蟹是不是？我怎么感觉有东西在跳啊？是螃蟹吗？这里面有其他鱼吗？哎，有螃蟹。哎，什么都有哎，就跟你说水质很好没。哎，先拿到上面去吗？还有哪边要收吗？前面还有，哦，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先这边先。我们今天的目标。先请上面的拿上去好了。来，大哥，谢谢。大哥，帮你修起来哦。谢谢。过来，过来，这是水皮啊！哎，过来，可以。我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目标了。有呀。对啊。你有收过蛇龙吗？没有收。没收过。你去收，你去收，你要去收，要试一下。为什么我最爱的地方下不去？对对对，这学长在啊，有没有？可以吗？哦，来来来来来，把它拉出来吧。跳舞哦，有憋，有憋，都是憋，有憋，都是憋。哎，麦有嘎掉，最近没单位工，最近不会打嘞，要打嘞，都憋哦，有憋，有憋，好多憋。哎，等一下，四哥什么时候都没有来看，听到有憋，你还狼水总管，有憋哦，憋好吃啊，那是饵料。快讲啊，这一轮都是憋，过来讲哎，哎，几只很多只呢，快看看看，哎呦，怎么上去？我怎么爬？爬上来，好多憋哦，对啊，好多憋，憋
哦，就好啦，四五只，四五只，四只，真的啦，拢比哎，阮腿有够好个啊，抓到比是算好代志哦，好代志。冬天很少有憋了，哦，真的、哦。哪一个是这个吗？对，这个。哎、欸，这个我也没有什么看过呢。对啊，我就只有看到哎、欸。哎，他真的长得蛮像异形的呢。他长得蛮，他就是同科的。别！好，你是直接在拍台柱。还有螃蟹，螃蟹。黑什么蟹？黑甲什么蟹？陆蟹不啊？那陆蟹都没有。哎，他这旁边这个须是刺哎、欸。我因为我们之前移除了他这么小只。对。我还没看过这么大的。哦，哎呦，他长大了。对，因为这有移除成功。一部分嘛，嗯，然后你看数量变得那么少，它变得那么大，哦、你看它生气，它是刺哎、欸，它这个刺会痛的，会痛哦、哎。然后你仔细看它这里的胡子，嗯，嘿，怎么样？有毒不？有毒，有毒。一个专门有哦，鱼啊有哦，鱼啊吃鱼啊扔，要不然就在鱼身上把它鳞末吸完，吃掉，对，吃掉。它是垃圾鱼的概念，对，它鱼就会死亡了。鱼没有鳞末就会死。对对对、这么大只的我。我看他的吸盘、欸，你看他转过来，转过来，你看，好硬框，你的吸盘一直 keep。哇塞，对、欸，当初你这样抓1000多只哦、喔，一千多只，那水、欸、恐怖哎、欸，水族馆都要来买，我就不卖给他们了，我说我卖给你，你又卖给消费，那消费者又丢掉，丢掉，对，他、到底是谁带来的啊？这边还有吗？寄羊啊，寄羊，那边还有，这里还有，那里还有，那里还有，那个做贼，哇哇，还有个假，过来捡毛蟹，哦，这只大胡子，大胡子在哪里？哇哇，这只。大胡子，我看到，大胡子哈登，有没有？那是哈登啊，哈登，你给抓起来，你给抓起来，你哪不敢抓啊？我会惊，你看这恶心没有？胡子底下有没有？哇，在水里面胡子就放在水里，它会撑开了。然后胡子越大，价格越好。哦，所以这是这样。这猛姐，安尼卖偌济？这水族馆就不用一两千、两三千。哇塞！如果像这种大胡子啦，哦，哎，可是不鼓励啦，不真的，这个是外来种，没有。你可以养啦，但是你不要弃养。对对对。哦，哎，但是我刚刚好没有看过四哥这么兴奋的，这几只出现以后，哦，有啊，兴奋。没有，旁边有一只。没，因为我们今天来几度？我们今天是12月中。对啊。我们今天是寒流来嘛，对不对？对啊。好，人这样还有憋，还有抓到憋。憋是寒流会不见的。对，夏天季节的。哎，这个不要咬到哈，我跟你讲。他不会放啊。徒手抓憋。什么在徒手抓憋？哥。但你这样我撞出去啦！对啦，你还搁一只异形？我这正式鳖，哦，这样是徒手抓鳖。它的嘴，你讲是一个什么吸鳖？吸鳖，好大一只，好大一只，原生种的，它的脸很凶哦，它不是外来种的，它脸真的很凶。哎呀，我一个嘎，一个嘎，它会互咬啊！你看它互咬，没有了。如收视率要不要好？不啊，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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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解说一下哈，哎是，较早人讲吼，你要比家钓，拢爱单雷讲无，那是错误的。只有你把它放在地上，放在水里，他认为他可以跑掉，他就放了，他就放了。好，不要再有那一种错误观念了。呵呵呵，放。哎，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啊？就生态嘛。对。我们都在呼吁说，不要乱放生，不要乱弃养。对啊，对啊。对对对，那我就会四处找说哪里有外来种，对，啊哪里的生态是如何。哦，你弄会去损啊？你好，对，哦，哎，这样生态不错呢。对啊，这只呼吸下来的支流灌溉水沟，对，所以它水质算是还不错，干净的。啊，只是说你们今天来刚好是它有放水，流水啊，哎，它出流水啊嘞，不然它的水是很清的。它其实也应该是流水的关系才会有这么多。对对对对，我一放水了也对水老啊。对对对对，哎，其实漂亮，对啊，这样子是漂亮。啊，为什么要放生呢？其实放生等于杀生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放了这个，你会把其他的原生种破坏。对，真的，不如就是你买回家，哎，你要养你就好好的养，你不要乱丢。像日月潭，我们仅剩的原生种只剩4%，0.4%而已。对啊，对啊，对啊。这次也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生态啦，要每次我们这样吃吃喝喝在台湾大家跑，要注意把生态顾好，哎就好了。像20-30年后，我们的下一代还看得到台湾的好生态，对，台湾的原生种。来来来来，哎，我们接下来往哪去啊？还有什么还没去的？哪一个？还有哪一个？真学徒哦。我们好不好？真学徒啊，炸虾山丘。这个我
肚子有点饿啊，是不是应该要去炸？哎、哦欸，等一下，他说要懂料理，会甩锅，我会。哦，我跟你讲，我也最会甩锅的。哎、欸，你们慢慢做哈。不要甩锅，我甩锅，我最会甩锅了。这个我不会，你刚那个我也不会。OK OK， 哎、欸，四哥，那谢了哦，谢谢四哥，是，谢谢你为台湾生态做出的贡献。王铁，我们尊敬他人脏了，他人脏，尊敬什么人脏啊？感谢，你全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呐、啊，台湾真的需要这样的人，加油，谢谢四哥。那我们往炸虾出发，我们去甩锅，甩锅，你看 ，Let's go， 走。哎、欸，那个谁要抓我啊？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喽！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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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